那在爬山里面呢，有一件最讨厌的事情呢，就是穿跟脱，穿跟脱，这个就表示说我们在衣服的选择上面是不对劲的了。哎，我发现羊毛衣真的可以解决这样子的问题，它可以恒温，保留你身上原本的体温，不会让你在冷热冷热的环境之中，就是感觉到冷热的差异这么大。嗯，但羊毛的话，它本身有一个机能，就是可以抑菌。那如果有抑菌的话，进而可以达到就是一个抗臭的效果。我的那个发型师，他马上一看到这个说，哎，我跟你讲，这双袜子超好穿的。他就说他爬那个嘉明湖4天就穿这一双，然后他说他的脚都不会臭。嗯，那其实羊毛的话，它其实是有分磅数的。那通常我们会建议，就是爬山的山友，如果在春夏这个季节稍微比较热的，或是你要去的海拔是没有这么高的地方的话，可以选择以下的羊毛就够穿了。